我跟你讲，没有什么男女通吃的，男女通吃就是喜欢女孩子。那他，你有听你那个内内以前不也是喜欢女孩子吗？对，我也可以这么说。那我也可以说，周俊瑶他就是喜欢女孩子，只不过就是喜欢我这个男生而已。就是如果除了我的话，他就不会再找任何的一个男孩子谈恋爱。你感觉他以后还会结婚不？我觉得他会。方面相反。都再问，等我们那问我问我你们记不记得昨天我周俊瑶在直播的时候，我突然喊了一声崩溃的大叫，我就惊醒了。然后后来周俊瑶知道我做的梦，然后他问我什么梦，我没说。其实我记得很牢，我梦到周俊瑶跟我自从跟周俊瑶复合了之后，我每天做梦20个梦，有13-14个都是梦到周俊瑶，他跟一个女人跑，真那个女人是谁吗？我这么梦到，我真的太崩溃了，我崩溃死了。